女团 IVE 近期带着首张迷你专辑回归，近期也释出女孩们封面拍摄花絮，原因更自曝，这是她五岁以后第一次剪齐刘海，兴奋到不行。IVE 나머리잘랐어요이모이동대어때요다이브어때어때빨리말해줘나지금너무설렌단말이에요제가진짜5살이후한번도앞머리를자른적이없었는데지금장원영역사상5세이후첫앞머리예요어제딱따끈따끈한게뚝잘랐거든요근데난지금너무마음에들어우리다이브도좋아해줬으면좋겠다5세원영이를기대해주고而元英和栗子两人在拍摄现场的超甜小互动更是可爱。也到各大打歌节目宣传，日前更登上全新节目担任首组来宾，360度环绕音效完美展现六人清澈美声，一开口就让 Dive 们超惊艳。Sound360은요화려한퍼포먼스안에가려져있던이제아티스트분들의목소리에집중을하자라는취지의프로그램이에요그래서오늘아마저희의목소리를조금더자세히들으실수있는기회가되지않을까싶습니다바보같을정도래가끔